已經訓練主義者，我哋即係事前訓練主義者喺呢個劇本啦。咁我哋當初接到呢個劇嘅時候，大家個腦入面都有好多幻想，會唔會好似激戰家輝哥咁樣，又要跑下山啊，咩車胎啊，咩下車胎咁樣嘅？咁就冇咁 hardcore 嘅，但係咁出位係㗎。即係我哋開頭初上咧，我好記得我哋第一日上堂咁啊，學拳擊啦，再加啲體能嘅訓練啦，我哋官隊原來加埋一齊做。咁我哋嗰日完咗之後咧，仲要去排舞嘅。咁我哋嗰日係排唔到舞嘅，去到只企咗喺度嘅啫。係要同老師講對唔住，老師，我哋會跟動作㗎，但我哋真係俾唔到力啊咁樣。係啦，我哋就企咗，我哋幾個就企咗喺後，爭住企後排咯。我真係好密集嘅，就一至兩個月咯。我哋訓練通常就會有幾樣嘢嘅，一開頭咧就係、是、自己喺度打一下支組合拳嘅，叫做shadow boxing， 即係扮人打交啦。咁扮完打交之後咧，就會打一下沙包，都係打啲組合拳。跟住之後可能就會係一啲對練嘅模式咯，對練可能就係譬如下啲閃避啊，會有時好得意嘅，會有啲道具噶，你會見到有一支好大嘅，係啦嗰支啦，咁好似打士多架咁樣嘅，咁我篤你個頭啊，你個鼻啊咁樣嘅，跟住 speed ball 啊 ，speed ball 啊，即係嗰個掉嗰個啦，然之後最後就係最辛苦嘅體能環節。體能環節真係唔可以講笑啊！我哋嗰個係車輪式嘅訓練啊，有你當有四個 spot， 有唔同嘅動作，咁就。30秒轉，30秒轉，30秒轉。我覺得大家嗰、那個大家嗰個叻嗰個嘢都好似唔一樣，都唔一樣。即係有啲可能記嗰個 combo 會清晰啲嘅概念，咁有啲就係、是、我一嚟就，但啱啱所講過啦，可能無論係啲篤篤啊，定朗朗朗啊，即係我哋講緊練習嘅嗰啲工具啦，其實大家都 enjoy 嘅位都唔同。反而我哋打嗰啲道具，結果大家就有一個想鬥嘅心，邊個打得好啲，嗰個都會想喺嗰個最好玩。係啊，同埋鏡頭會拍我哋打呢一個嘛，大家都想喺個鏡頭打得好睇，所以就大家都會每人得一個，大家都會搶集爭住嚟練嗰、那個。食嘢嗰方面就辛苦啲，我覺得，因為本身嗰個胃口唔大啊，所以你又要增磅嘛，所以你要係咁食好多，反而食係最辛苦咯，以我嚟講。我都是因為每一日收工回去，即是我們其實說話都是收工就即刻嗌定外賣，或者可能家裡整定了一些東西吃，接著回家吃多一餐才可以再看劇本再睡覺，但其實 是辛苦的，因為其實那段時間是沒有胃口吃的，即是你完全是不想吃的，但你又必須要吃，那那一刻就會覺得自己好像動物了，即是那個即是為你充飢而用的，即是他已經不需要想好不好味了。其實 我其實很辛苦的，因為其實我個訓練即係可能唔係喺嗰個身形嗰度嘅，我個主要嘅訓練係唔訓練咯，係啊，即係逼住自己訓練，係啊，逼住自己要即係要渣啲啊，個角色唔可以咁勁，主要係要享受人生咯，嗰段又唔係我唔係躺平，我係主動地去唔訓練。佢好慘咯，佢我哋嗰陣熱血，佢冇得享受啦，因為我唔能夠個角色。即係佢依家唔係自己懶唔想訓練，點呢個係一個唔好啊！佢依家係投入角色，我好想訓練，但係冇得訓練，佢壓制住自己嗰個情感咧，係辛苦嘅，我覺得。其實呢套劇好多嘢睇嘅，即係要愛情有愛情啦，要親情有親情啦，要友情有友情啦，即係要科技有科技，乜都有啊！即係打大赤啦又有，著得好多衫都有，咁啊睇下大家想睇咩啦。坑嘅又有，笑嘅又有，熱血嘅又有，好，我成日都會咁樣形容呢套劇，就係好抵睇啊！係啊，好抵睇。今次呢個角色歐陽俊，其實某程度上都有少少似 AK 嘅，即係一個好衝動嘅人啦。咁啊，點解？因為其實我係呢個劇第一個被揾嘅演員嚟嘅，即係未開劇之前啫。咁所以佢哋，我諗相信係曹總，即係小説《死角》嘅作家啦，係覺得我去寫呢、這個完成咗呢本小説之後，覺得我。見我 Mira 嘅我係有少少似歐陽俊呢個角色，所以先開始嚟揾我嚟主創團隊揾我，想睇下可唔可以完成到呢個劇。咁慢慢再揾齊人，所以我覺得我某程度上同歐陽俊都有少少類似嘅。咁我個角色係李成東啦，李成東係一個好冷靜嘅人嘅。佢個冷靜係佢係一個好諗嘢好通透嘅一個訓練員啦。咁佢有好多嘢咧，都係自己入面計曬數，先俾個最精確嘅答案你嚟嘅。所以佢塊面上面咧係唔會有好多表情嘅，係個計數機。好啊，係啊，咁樣就冇乜表情。但係，所以同我嚟講咧，有陣時我自己即係嗰啲眉毛啊，
会成日会好容易喐啊咁样，但系你成功咧就系冇乜表情呢啲啊嗰啲啊，有阵时导演都话条眉毛唔好喐咁多咁样，我觉得呢个系最难嘅咯。我嘅角色叫井泽云啦，咁系日本拳王，咁当然大家都会奇怪，咁讲乜嘢噶，讲咩话噶，跟住我哋讨论过嘅，咁就话我哋觉得如果要演绎得比较好咧，就做翻一个有香港背景嘅日本拳王。咁就大家將個故事嘅重心放翻喺個劇情，就唔係我講日文定講廣東話啦。咁我呢個角色原廠設定已經好完美啦，即係拳王有天分，有努力，有勁，又冇輸過，咁係冇嘢可以挑剔嘅。咁但係我覺得可以寫嘅嘢就係、是，即係可以俾你睇到啊，都去到呢個位置啦。咁佢個視野係點嘅咧？即係會係好囂張，定好沉穩，定係好鼓勵新人？咁我個角色就叫做阿虎啦，咁係拳館裏面嘅三師兄嚟嘅。其實呢個角色係好資整，同埋係有少少 cam cam 地嘅，即係乸型嘅角色嚟嘅。咁其實係導演一開始同我講嘅時候，我都有啲驚，即係我唔知道底一線之差嘅啫嘛。你可以嗰張 poster 係啦，即係可以好認真啊嘛呢、這個角色。張 poster 嗰個樣子，我就係即係完美展現咗我角色喺個劇裏邊嗰個定位嘅，即係導演都好滿意咯，咁所以我都好開心。參考邊一個去展示你嘅 cam cam 嘅樣？我有㗎，我參考咗家有喜事裏邊嘅張國榮啊，嗰一隻係中性啲嘅，未去到好極端，老少咸宜啊，老少咸宜咯。我有喎，嗯，係啊，係因為講原來我角色係追女仔好叻嘅。即係我會教人教佢追女仔嘅，然後我係啦，所以我係有感情嘅。你係咪有感情？嗯，係啦，就因為用咗佢嗰個方法，就能唔能夠抱到美人歸咧，就要睇下先知啦。個對象一樣啦，即係啊，嗱，個對象係咪一樣咧？呢個都好吊鬼，都要睇佢先知。係咪都有呢個追嘴啊？追問追嘴啊嘛？追嘴呢個係冇嘅，可能。都是看過才知道，不說那麼多，是有些身體接觸機會是沒有的，但是不是這個呢真不知道了。對打那些拍攝啦，之前會排練的嘛，一開始我們都是練動作先的，因為要記住一步先的嘛，過了即是練了一兩次之後呢，我們舞子就會提我們要交氣，要有眼神，同埋要留意一下拳手的眼神，或者拳手的頭是怎樣，即可能我們會不為意啦，我們可能會做這樣，但其實拳手很多時候都是這樣，可能他要保護過下巴，其實可能這樣看的時候已經差很遠了，同埋你要有那個邏輯，那個決心的眼神，是就是要提這些咯。我們在學這個拳擊的時候，我們一開始就真的學過那個boxing，學過那個技巧了，但是去到拍攝近期，我們開始轉了練嘢的模式，就不是練那個拳，就是練那個角度，怎樣去借那個 cam 和我要打下去，我要拍到我是打下去，但我其實沒有打下去，因為我們拍幾次拳都這樣打會出事的嘛。那我自己會有個質疑，那是不是很假咯，會不會很假呢？這樣咁，然後我就講你，即係上網揾翻一啲經典電影嘅場口睇，其實你都會睇到，哦，原來咁樣做係 work 嘅喎，得嘅喎。同埋好彩嘅係，我哋大家都熟，係啦，即係完全放心地同對方對打，或者係唔怕佢打親我，亦都我唔怕打親佢，因為大家有嗰個信任喺度。因為我哋有同過其他拳手打嘅，嗯，即係真正拳手或者武師打，我哋係會有啲贏住嘅，因為真係怕打到人或者係。因為 你打出去就你以為是被人打的那個心理包袱大一點，其實是打贏的心理包袱重大，是的，你被人打過一次是因為就是打回來的時候馬波說是不是真的打下去啊，是但是為了要趕這個進度呢，有些拳都必須要打的，還有我們有一個協議，就是 sorry 留回 cut 到機器，是的，因為有時候可能其實那拳打得很漂亮，但是哎呀哎呀，那你那招就不用得了。呢啲運動嘢一定係一大班人，咁一大班人拍嘅時候，那個氛其實係會好開心。即係我哋其實開工嘅嗰幾個月，即係大家都日日一齊嗰段時間，其實雖然係辛苦，但係其實係大家都會 enjoy。嗯，就係可能嗰陣時靜態少少嘅運動嘅，即係草地滾球嗰啲，即係滾舞啊，可能件事會冇咁辛苦嘅，又有成就感，又有成就感，上幾多，一直都啲又學到新嘢。
嗱，你問我，我好想拍踢波嘅，因為我自己中學係好中意踢波，係一個曾經諗住攞嚟做職業嘅其中一個運動，但最後真係冇成功到啦。咁所以如果你問我有冇機會，我係好想拍一個關於足球嘅題材嘅劇又好，電影又好，同埋一個教練十一個球員就啱啱。我已經諗過啦，我覺得喺依家咁，因為你組一個十一人球隊其實都好難。咁其實有五人足球嘅都，咁可以少少地玩下嘅。我就冇乜所謂嘅，因為咧十二個拍一套戲咧，其實我哋好早已經 keep 住係咁要求噶啦，所以其實完成到呢、這、一個，即係剔咗呢個格仔，其實已經 OK。反而我想試下其他類型啲運動，即係可能唔係格鬥，可能係呢啲競技上嘅嘢咯。係啊，可能係咯，競技上面一啲，即係其實足球都 OK 嘅。其實籃球我都想打嘅，不過冇。係，我就。唔係，因為我哋唔叻啊嘛，咁可以練嘅啫嘛。早排拳擊我叻咩？唔係，其實 Mira 生態咧係公司開咩劇咩運動嗰啲人就哦唔得，校隊咗。